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宁哥你以后在直播间里不要唱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都是能上那个中国音乐公广牌包括金曲捞的人，你在这个直播间里唱就显得很 low。 朋友劝我嘛，我朋友劝我啊，你尽量不要在直播间里唱歌。我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吧，就我也考虑这个事儿，我考虑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吧，对于唱歌这件事无论在哪儿我觉得都一样，我觉得都一样，因为每一首歌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唱是一种心情，我在那样的舞台上唱是一种心情，但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态度。所以我觉得在哪唱都一样，不代表说我怎么，我就打个比方，我能发专辑了我就不能跟朋友去 KTV 唱歌了，不会啊，所以不存在那些东西。在直播间唱也好，在某某某某某某节目里唱也好，或在什么跨年晚会上唱也好，或者在这个春晚上唱也好，都一样，都是唱歌，对吧？包括在安东老街唱歌也好，那都是唱歌。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对音乐的这种认真吧，啊，好好对待，认真对待你的音乐。因为我想说，能够我走到今天，我们摩登兄弟能有今天，能认识你们，能有这么多粉丝，唯一要特别感谢的就是音乐，对吧？你们是因为歌认识的我，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的颜值也要感谢一下，对吧？有朋友说宁哥你飘了，颜值颜值你感谢吗？你也不，我想说什么呢，就像其实这次薛之谦老师在这个舞台上说了一句话，说一句话什么话呢，说我相信比小宁唱歌好的人多得去，我相信比小宁唱歌这个牛逼的很多，我相信比他长得帅的也大有人在，但他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粉丝，是态度和坚持和内心的那种韧劲儿。此人大哥说臭美是吧，啊，你唠嗑我们唱好，谢小宁的芳姐啊。所以说就我当然开玩笑，刚才啊后面那部分是段的，咱们重新把这个感动的感觉找回来啊。就所以说要感谢音乐嘛，要尊重他，他是我的衣食父母，他给了我你们，懂吗？就是通过音乐我才能认识你们，所以一定要无论什么时候我对音乐都是很尊重的，但有时候开玩笑是唱一些东西，但是我内心还是一定要就是对音乐是一种尊重的态度，认真对待啊，好不好？嗯，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六位数的牙，云八月吃掉什么味道，思考看啊，六位数啊，这是我的这个炫富啊，炫富、嗯、行吧，谢谢摩登兄弟加爱粉，感谢我们自由放任啊、嗯、真的我想说这个，我就有的时候我才会躺在床上嘛，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像跟做梦一样啊，就跟做梦一样，你想啊，之前每天想这直播什么时候干不了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这辈子是不是毁了，我还梦想当歌手，还想上大舞台，还上天天向上，还上快乐大本营，我做梦一样根本上不了，这是怎么办呢啊，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这些东西，但是这现在这一切都有可能去实现的时候，真的是你就感觉像做梦一样，你知道吗？而且你特别怕梦醒了，我怕我醒了之后发现这一切现在这都是假的，我还坐在安东老街那个角落里没无人问津，然后呢有人问我说小宁你怎么了，我刚才梦见我是成为一个明星了，我还拥有3000万粉丝，可是大飞哥没有抱抱我。
啊，爱丽丝就感觉像做梦一样，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切啊，非常珍惜这一切。当我想就是跟你们分享我的心情嘛，啊，分享我的心情。然后大飞哥掐我一下，来，大飞哥，大飞哥给我个嘴巴子，让我感受一下，让我感受一下到底现在是不是做梦？你们是不是梦境里的人？好吧，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一步两步，一步两步，四爪牙是魔鬼的步伐，像广场舞大妈。啊，行吧，啊。哎，怎么放这个歌了？不太合情理。嗯，这首歌呢，那天有朋友说让我唱一个《不染》，啊，唱一首《不染》，然后呢，对吧？很多朋友说让我唱《不染》，后来我就其实我想先关了播之后唱的，谢谢小啊，我给你上个马甲。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唱的，结果呢，后来我想了一下，不能唱。哎，谁砍我麦了？谁？嗯，不能唱，为什么呢？因为《不染》也在打榜。不染这首歌也在打榜，也就是我唱了这首歌帮别人打我自己，是不是？一旦我这个歌唱完之后给他增加了些许的小人气，对吧？他也在打榜，我也在打榜，我疯了啊，是不是？所以朋友们，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所有的播放软件里榜单最就是榜单最能体现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 QQ 音乐啊，因为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音乐平台就是 QQ 音乐啊，其次是酷狗吧，还有哎那个网易云这面啊，但最大的就是版权，就是市场上70%版权都在 QQ 音乐手里啊。网易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歌手，其实我说这个话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啊。网易云的东西呢就比较相对来说小众一些，但是东西很多很精致，就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啊，就网易云走的东西就比较小众啊，比较精，就是稍微精致一点，但这个腾讯音乐就是量大啊，就这种感觉，量大。因为酷狗还有腾讯还有这个酷我这三家是合并的啊，你看你酷我的这个标题，啥也不说，就是歌多，多么的社会，就是歌多。你别说没有用的，我们这个就是歌多啊，因为它是和这个腾讯 QQ 是共享这个版权的啊，就歌多啊啊，包括还有我们咪咕音乐啊，像咪咕音乐啊，这种虾米音乐啊，这个都是在市场小份额，所以说比较就是打榜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 QQ 音乐和酷狗这两个啊，比较其次一点是酷狗，对吧？但大部分人都用酷狗，因为我就用酷狗啊，咱大部分祖国都用酷狗，是吧？你也用啊，但是一般很多这个年轻比咱就是年轻小孩就稍微学生一点的这种人都会用腾讯吧，都会用 QQ 音乐吧，我觉得是吧？其实 QQ 音乐是歌最多的啊， QQ 音乐歌是最多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啊！有朋友跟我说，就我看到那个很多抖音里评论说，就是我有些唱歌嘛，有些唱歌视频，有人就给我评论说您歌唱的真好。然后呢，有些人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在下面留言啊，下面留言说他唱的好，我怎么没在好声音上看到他？中国新歌声我怎么没看到有他在呢？他唱得好，真的啊，唱得好吗？离了声卡就得死，他唱得好，真唱得好就上中国新声音了，对不对？朋友们，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狂妄啊，邀请我两次我没去，为什么呢？我档期不划不过来，
他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估计是。里边那个导演也特别好啊，特别好，也挺看重咱的啊，挺看重咱的，说小宁啊，那个能不能来参加咱们这一新一届的这个试音啊，录音在这个上海啊，你过来一趟。我就跟他对了一些时间对不上，那个时候我刚好要准备什么呢，准备一些这个唱片，包括一些活动，我真的去不了。我跟他说我去不了，我说那行吧。就隔两天又说，哎，我们这个啊副导演就一定要找你啊，你看能不能串时间，要不你下一次录音你过来吧。啊，森林大哥说什么，腾讯是桶装的，对，大体量，下次录音你来吧。我说我确实没时间啊，所以我明年的时候我想说我就差不多就能去一下。我确实是那天有事，那个时期正好我有事儿，要不就去了啊，真事儿啊，不是开玩笑，真事儿。您节目也是非常好，今天搞得也特别棒，对吧，也挺遗憾没去的其实啊。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中国联通联不通啊，感谢这个朋友，谢谢小泽啊。不，泽叔说你可以推荐我去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东西你得人吧，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跟森林人大哥认识，森林人大哥比如说他是搞房地产的，我说那个能不能介绍那种其他搞房地产的给我认识认识啊，你本身得看你这个人怎么样，你长得跟个铁匠似的你去玩搞房地产去，那肯定也不行带你去，所以你怎说你要看清自己，你知道吗。你这本身看起来就像个木工，坐凳子坐板凳那种的人，你告诉我，宁哥我上好声音，你们给我介绍一下，我介绍给导演组的我都嫌丢人，都天。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好吧，都丢人啊，丢人。日常黑子书啊，看了又扎心了，是不是？今天感谢朋友们啊，还有我包括我哈哈啊，好宝宝啊，小泽这些都在，都陪着我呢，还有这个岳云山啊，然后那个哎，小泽是车了啊，没车啊，样子我样子啊，零七，我看很多朋友都在打给我那个腾讯打榜，所以说打榜一定要打，好不好？辛苦各位，我看那个抖音还有视频的时候，有人正在什么呢？正在打麻将，一边打麻将这边放三个手机给我打榜。上听的都不看，你们都上听了不看，打榜那边，你就是简直是，真的是啊！我看的时候就特别感动啊，真的特别好。我还看到一个视频，有个人真的听我的，他玩手机吃鸡嘛，这边用笔记本电脑放着我的想象，这边吃鸡麦克风打开，啊，放宁哥的歌，啊，只是说送我个镜子照一照。你怎么什么都要，我送在场女孩的化妆镜你也要啊，你化妆啊。你是有个男人样吗，那是咱家女粉比较多啊，那个什么咱们森林大哥就行，女粉比较多，挑一个比较女性化的，我要是咱男粉多我就送刮胡刀了，我就对不对，咱们女粉比较多嘛，所以就寻思那个化妆镜，那种一个小镜子上面有灯一滑，用手就非常高科技，是那种触碰的，就这样一转，在那个摸一下边缘，它就跟着你的手，这个灯就亮了。然后呢，它这个本身这个镜子就是个充电宝，就是个无线充电宝，你放在那个镜子上面就自动充电，非常高科技，送100个啊，会在这个中秋节在我的微博送出去，是咱们奖品由咱们这个森林大哥提供。啊。而且在场我想说有没有男士多的话我就送点刮胡刀啊，
男士多的话我就送点刮胡刀什么的，有吗？也不少是吧？飞利浦的吗？那肯定就要不就飞科吧，要不就是飞利浦。有啊，行，那中秋节也会送这个一个刮胡刀啊，送一个刮胡刀，在我的这个，在我的这个微博里送出，嗯，我用过的啊，因为那个刀有点钝了。开玩笑啊，开玩笑，那也送一百个吧啊！这个奖品由咱们枕书提供，好吧，送一百个刮胡刀，飞利浦1400那个，送一百个，在这个奖品由枕书提供，好不好？枕书，你把这个奖品提供了，明天带你去新声音去，我就死皮赖脸，我给导演组推荐一下你，让你红一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就。谢米粒儿啊，感谢好朋友今天的陪伴和支持，也差不多了，要好十点了啊！我是几点开的？我是八点半开的吧？我八点半开的，现在要好十点了，咱就先几点？我看，行，我就开到十点吧，行不行？嗯。小喜令还有一个，我就开一个啊。喜欢摩登兄弟的话，给咱们开个债团，一个月呢是1块钱啊，每天做任务是1毛钱。什么时候你升到7级债团，可以加入咱们的手机债群啊？什么叫债团呢？你看那些人打字前面有个 M， 摩登范儿，那就是咱们家债团啊，而且是独家的那种的啊，别人不是这样的，别人都是个心，咱们是 M， 非常的帅啊。为什么叫 M 呢？摩登兄弟的意思。最开始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跟官方申请的，我说能不能给我来个这个。他说可以啊，啊，你现在这么火，我说对啊，是不是？他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呢？我问大飞哥，我说大飞哥弄我什么样的？大飞哥说那得代表咱们的一个特色。我说弄什么样？什么样是咱们特色？他弄个酒瓶子呀，弄个呀，我酒瓶子。什么意思？我爱喝酒，你弄个酒瓶子在前面标识多好，显得咱们敞亮，弄个这个碰杯的一个表情啊。我说那肯定不行。我说卓哥呢？卓哥弄个车轱辘，弄个轮胎或者齿轮，显得咱们有一个动力。我说那也不太行，搞得像摩托车俱乐部似的，那一群人啊，咱们是搞音乐的。我说那这样吧，按我的就弄个麦克风吧，好不好？我想的比较那个什么，比较这个单纯。我说咱们是歌手，想弄个麦克风，就是弄一个小金色麦克风，啊，弄放在那儿，是不是？弄个金色麦克风，然后那个放在那儿，然后也挺好的，摩登范儿。然后呢，他说，周哥说，那不如放个吉他。大飞哥说，对呀，弄个键盘呗。我这样子才会打起来，那算了吧，就弄个 M 吧，摩登兄弟，好不好？弄个 M 字母还挺酷的。谢谢白羊啊，谢谢白羊给我开的守护。后来就弄了个 M 啊，也是官方已经找那个美工给设计的，挺好看啊，挺好看。这个就所以开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加入到摩登兄弟。你七级债台之后呢，可以加入咱们的手机债群，里边特别好啊。现在已经28个群了，每个群里500个人，都是活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做任务就会被清出群啊，你脱粉了就清出去了。有朋友说哇这么残酷啊，不是残酷，因为咱们如果一个东西一个事情想要成功，必须得有规则。无论什么事儿，你想做一个事儿成功，把它做大，如果想做大的事儿，一定要有规则。啊，枕书我们一人50啊，此人大哥。所以说一定要有规则，所以挚爱群有挚爱群的规则。就是也是为了你们更好的玩，并不是咱们就是自己私自建个群，在群是有规则的，有管理的啊，所以咱们就玩的开心点，希望你们就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不对？咱们这个小团体也有一个规则，所以你要不做任务就可能会清出去，但如果你等级再上来了，你就又给你加回来，就这样而已，好不好？扫不进去没关系，一会儿我下了播，留在频道里会有人加你好友啊，会有人引导你加到那个债群里，会有管理在麦序上，好不好？啊，
积极的朋友啊。完了，今天咱们家管理又得工作到凌晨呢。没关系，宁哥一会儿给你们这个发红包，好不好？咱们不管理不都有群吗？我这边发10块钱，你们抢，谁抢多算谁的啊！40多个管理发10块钱，看谁是最幸运的啊！红包那玩意儿，你抢不了发财，你就抢了一份心情而已。咱抢红包，谁抢红包为了发财的？我抢红包就发家致富了，我就能解决温饱了，并不是，他抢的就是个心情。嗯，抠死了。啊，我其实昨天我就在想什么呢？想过年的时候在真爱群里给你们发什么东西。我上次讲了嘛，去年真爱群咱们就一个真爱群，我发了3000块钱。啊，讹了大飞哥1000，讹了阿卓1000，发了3000吧。你们都知道我讲那个事儿啊，然后今年我在想，现在28个群，现在目前28个群，我估计到过年啊，到过年为止，我估计怎么也突破个40个群吧，对吧？要过年发红包嘛，3个月时间，咱就谦虚的说50个群，好不好？50个群，咱就到50个群弄，50个群的话，一个群发1000就是5万。所以我觉得就不发了，啊，给你们送礼物，就在群里给你们送小礼品。其实我想说，比如说怎么说呢？我在群里发了10000块钱，你抢到10块钱或者20块钱，你都不会当个事儿。但我花2块钱给你买个东西，你就会作为拥有的纪念。你说呢？是不是？嗯，所以我觉得咱还是以。今年过年我就给你每个群里发一部分东西，啊，当然也是尽量以抽奖的形式啊，如果2万人都发不了了啊，发不了过，抽奖的形式送出去啊，你在群里抽奖啊，有积极贡献的这种的，行不行？比如像我的头发呀，我送头发真是送不起啊，用头发做的一个小绳啊，编一个麻绳套手啊那种的啊，哇，这个太牛逼了。腿毛啊，正好我就准备过年的时候把这个腿上，前两天去撸进去捞，对吧？有朋友在旁边给我拍照，发现我腿毛没有了。有朋友还私信我说：“宁哥，这张图片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腿毛没有了？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去脱毛去了？”没有，他是给我开的美颜相机啊。我开着免去了，我腿毛还在啊，毛还是在的啊，那不给你们看了，所以就到时候可能是咱们就过年的时候一人送一根腿毛，好不好？一人咱在群里在团一人送个腿毛，然后呢回去泡水喝。说有点恶心，抱歉啊，说有点恶心啊，我都恶心了都啊，我的妈呀，亏你想得出来，行吧 ，OK 啊，那也差不多了，我留点时间，我一会儿自己录个抖音吧，那也差不多了，也明天我是一天戏应该是播不了，明天播不了，后天就，因为你朋友们，你就看我每天这个工作量就知道我在这个剧组里的角色重不重要了，谢谢青青。是不是？你看我这个每天这个戏，你知道我在剧组里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了？多恐怖！听说男一女一是900多场戏，我多少场呢？我应该是2000多场吧？不是，开玩笑，我估计我得600-700啊，他们7-800，我就600-700。一天，你想想，一天拍7场戏，700场戏得拍多少天？你算。啊，700场上一天拍七场，也就是100天，那就最起码得3个月，对吧？那就90天到100天，就3个多月。我今天是7场戏，但是没拍完，拍了5场，甩了3场。
啊，拍了四场，甩了三场戏，因为那三场太长了。所以你想想，我这一天才拍了四场，妈，很辛苦啊。所以大家也多理解吧，好不好？多理解。我明天应该是播不了，也不一定，反正是你们就到时候看吧，到时候也不一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什么的事儿呢？就是我发现我最近微博这个评论有点少了。你们是不是都忘了都？我跟你们说了，你如果你看到宁哥发微博，你哪怕你不想跟我说话，你给我留个表情行不行？留一个表情符号，啊，都打榜去了。你看到我发微博，你给我留个表情符号，是不是？你留个那个狗头那个表情就行，那个，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狗，都可以。你就留个表情就完事儿了。啊，如果不想留跟我说话的，因为我基本都也会，我每天睡前有个习惯，愿意看看评论，啊，但这阵儿呢没有时间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机就是我现在直完播就被经纪人收走了，经纪人就给我拿走了，然后明天早上起来我就赶紧趁着吃早餐的时候，有朋友说宁哥，我你早晨七点就开始看微博。为什么？我是看看你们给我留什么言了。那是我刚把经纪人刚把我的手机拿回来，我赶紧看一会儿，一会儿又得拍戏了啊！是这样，这么个事儿啊！我得背台词，跟他上课啊，所以你们也多理解吧。我所以你给我留言，我都会看，我愿意翻翻你们说跟我说什么。从你们这个言语当中，我来感受一下你们对我的这个。这个情谊什么的啊，所以这样多留留言好不好？然后我没事的时候啊，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我不直播，咱们森林大哥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频道里唱歌啊，玩的可开心了，我的妈呀啊，玩可开心，里边就咱们当时就感觉有点像，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啊，就那种就是像那种那个 KTV 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偶尔会进到频道里，哦，我不登录号，我进来看看大家搁这玩玩，哎，聊的可开心了啊，啊，聊的可开心了，在里边又蹦蹦跳跳的，又唱歌了啊，可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像一个这个小俱乐部一样，大家自己在一块玩啊，有一个人在麦上引导大家，就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什么的，闲聊也挺有意思，气氛特别好啊。暗中观察，这个舞蹈还是跟我们森林大哥学着呢。啊，那天我记得我录了一个抖音，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他在 KTV 唱歌的一个视频啊，他就唱这个歌，旁边坐了四五个女孩，真的是都挺。都是那种大长腿那样的人啊，我的注意力完全没看那些女孩，我就看她唱歌在那啊。挺好的，黑森林大哥开玩笑嘛，大哥唠唠闲聊嘛，闲聊唠唠嗑。行吧，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包括朋友们，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除了微博以后，没发现抖音最近点赞特别低吗？朋友们就点赞特别低，为什么呢？就你们看到我视频能不给我点个赞，点个赞好不好？你看到我发视频就点赞，然后呢也评论一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打榜啊，都点了。我这个视频不是说我有，我当时我就问那个抖音工作人员嘛，我说为什么我点赞最近这么少，工作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过气了。你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啊。不是，
那个什么，那个，我看你的数据都正常啊。啊，其实不是啊，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了一下，我的播放量是正常的，我一条视频播放量基本才2000多万左右，啊，就昨天那个吃面那个是2000，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应该是2500多万播放量，播放量是2000多万，但点赞只有几十万。也就是2000多万人看了这个视频，但只有几十万点赞，是吧？那我这个就不合理啊，不太合理。我爸不是要那个赞啊，因为我怕别人看着感觉我过气了。哈、啊，咱们正值当年的时候，你感觉我过气了，那还行啊。而且很多人就等着看我笑话，其实我心里我有赌一口气啊。不是说赌一口气了，就是心里会有自己给自己暗暗发誓啊，因为很多人说，最开始我们刚火的时候嘛，就有人说，哼，这种网红啊，哼，红不过3天，你看三天之后又有人说了，哼，红不过10天，马上就会有一个新人期待，过了一两天，哼，红不过一个月他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啊、哦，这谁？哈、啊，红不过2个月，2个月差不多了。2个月过了，红不过3个月啊，3个月最多3个月1个季度啊。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是吧？啊，咱们是从6月份开始的，现在9月份，对吧？所以说，我希望咱们不能说，我现在还是想的蛮好的。不可能一直火，但怎么去延长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可以一直火啊，无论谁也好，没有人可以一直火。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个期间把我的地位稳定住，对吧？就比如说其他明星，他不可能一直火，但是你提到他就是明星，他就是一个艺人。所以我在这个期间我要把我的地位稳定住，在这个娱乐不能是娱乐圈，在某一个圈里我有一席之地，所以我来拍这个戏啊，是不是啊？这个戏是不是包括上了一些节目啊？而且已经有一个好事在谈了，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又要实现了。啊，我的一个愿望又要实现了，嗯，现在就是在选择而已，嗯，先不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觉得我好像飘了，先不说啊、嗯。行吧，那也差不多了，今天在这里呢，也感谢啊，谢谢我们。ORSAY 感谢我 ORSAY 12啊，你们喜欢叫他12姐啊，我就感谢 ORSAY 吧，好不好？他喜欢我这个把他的名字分解来念，然后呢感谢我五木大哥啊，森林大哥，感谢 OO 大哥，谢谢小玉，感谢悠扬，感谢小玉啊，还有悠扬也破费了，悠扬啊，感谢柠檬不酸，感谢柠檬啊，感谢柠檬不酸，我还蛮爱吃柠檬的啊！谢谢双豪妈妈，还有白马静、西妈格格，谢谢，还有我们枕叔啊，这非常牛逼的枕叔，谢谢青青啊，您是我的流川枫，谢谢青青，然后还有我们刘宇，感谢我兄弟啊，谢谢我们新哥哥，感谢我新哥哥，还有丽丽、芳姐、小宁的丽姐、兰儿，还有我们雪碧家人米雪儿旗下小姐姐啊，心意，还有 F 小旺蛋。我们平平怎么称呼女王大人啊？谢谢女王大人，感谢我们这个小镇姑娘米粒儿，录了个录，陈安娜，还有龙娜悠悠，灵犀大哥，这个灵犀大哥今天全程也在，他说听会儿歌呀，听会儿咱们唠嗑挺有意思的，挺好大哥啊，他说明这个心境比较开阔。感谢我们蚊子啊，感谢小蚊子啊，还有我们果儿小芝今天的支持啊，雨点还有我们米儿。小倩，我爱奶茶，基本每天都在啊。球姐姐，还有小狐狸啊，小狐狸那天给我开的公爵是吧？嗯，我还记得你啊。
小狐狸，还有我们这个西西啊，岳云山、娇娇、温文尔雅、初见、静格格啊，静格格也帮帮的，还有我们亭子、金无畏大哥，我们这个马格妈妈，还有这个 Journey 啊 ，Jenny， 是简妮是吧？谢谢朋友们啊，感谢感谢我哈哈，还有宁七、我样子、亚飞、双皇妈妈、蓝雅、丽娜啊、小爱、黄宝宝这些人陪伴和支持，啊、然后也这个有句话这么说，叫做这个上班打卡，下班打榜，好不好？养成一个好习惯，上班打卡，下班了之后呢就打榜啊。我这个今天好像是QQ 里边咱是排第一是吧，日榜咱是第一，今天哈、啊、也感谢啊，也感谢各位，那也我今天就关了啊，那就明天要不播的话，我看就明天要能播我就明天播啊，明天要播不了我就后天播，后天尽量播啊。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咱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生活的道理